2019年，跟随雪龙船出发，到今天返回已经18个月多的左右的时间了。这段时间非常的漫长，对我来说也是一项考验。今天能够在我生日的当天返回，对我来说非常的有意义。也感谢各位防疫部门的工作人员，给我这样一个惊喜。